你们的刹车油会不会定时保养更换？你们看这刹车油，我感觉怎么像红茶一样？买车到现在，这刹车油都没有更换过。看这颜色，这刹车油肯定不行了。那我们拿出这种气动排空换油机，有了这款排空换油机，不管你换刹车油也好，排空也好，它真的是维修工的好帮手，还可以让你节省很多时间。这个油往下面一抽，再加入新油，有了这个工具，小白都能保养刹车了。你们看，抽出来的油还是蛮浑浊的。有需要同款气动排空机的，可以点击左下角小黄车。